上午八点，医学交流会正式开幕。随着礼仪小姐的指引，七八名主办方的工作人员从侧门走上了主席台。黎俏坐在人群之中，一眼就看到了走在最中间的商琼英。开幕式大约持续了一个半小时，除了千篇一律的开场白，商琼英在会上也公布了一个让人兴奋的消息：本次交流会能够拿到名次的实验室。 将会被列为医学研究理事会重点扶持名单，同时，出色的研究员还有机会受邀成为理事会的会员。这些对于研究从业者来讲是莫大的殊荣。开幕式结束后，还不到上午十点，中场休息的时间，黎俏一个人坐在媒体室后方的角落，似乎在低头发着消息。李小姐，有空谈谈吗？商女士想谈什么？你似乎。 对我有敌意，你从哪里看出来的？不管有没有，我还是希望你能放下心中的芥蒂。抛开其他不谈，身为理事会的副主席，我其实很看重李小姐的能力。哦，oh, 所以呢？所以这次理事会有意招纳新会员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如果我说没有呢？李小姐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说实话，以你目前的能力。 想要在医学界闯出名堂，其实并不容易。即便是江汉德院士，这么多年也没能得到理事会的重用。你应该明白，如果加入医学理事会，对你而言有利无害。还是说，你并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，只想抱紧商氏继承人的大腿，坐享其成？李小姐，我比你年长，也算是过来人。你和商氏继承人在一起。 要面对的可不仅仅是几个旁支的刁难。听说前阵子你大哥黎军出事了，一个南阳高官都能被人陷害，你该不会以为一切真的像你看到的那么简单吧？这次是黎军，下次呢？你确定每次都能得到商上眼的庇护？何况他对你的感情也未必有你以为的那么真挚，不然他怎么会让人把交流会的地点？ 从南阳移到了重城，你说他是不是在隐瞒什么？又或者他压根儿就没那么喜欢你，所以才把你排除在他的秘密之外？哦，处心积虑的挑拨离间。